爱情电影《云在江口》近日在贵州铜仁举行定档发布会，公布将于5月20号上映。影片改编自作家山峰的同名中篇小说，讲述的是青涩腼腆大男孩云溪在大学毕业的人生路口遇到心爱女孩抹茶，由此发生的一段甜美的爱情故事。